这边的话，我在想，就是开后面再洗回来就好。这边其实也不一定要开龙科吧。这边如果不开龙科，开貂蝉。然后后面再洗回来，可以吧？这边不开龙科也可以啊，我觉得啦。这边开貂蝉加派蒙就好了吧？哇操！刚刚好哎、欸。刚刚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边我要洗技能哎、欸，刚刚好，有没有那么刺激啊？别啊！别打死他！边鬼漆黑板，直接打就好。啊，忘记开沐天使，先开个沐天使。洗一下，洗一下，再把貂蝉洗回来。个屁啊！洗回来了，太爽啊！好，很好，都不给。哎、欸，靠，别开错技能，干！
谁在那边居居的啊？谁在那边居居的？带走。这边呢？这边是开龙科嘛，然后王一把龙科洗回来，王二。OK， 我已经知道剧本。这边流星珠。流星珠，干你的流星珠，会不会太他妈少啊？分数不够，分数太低了吧？哇、哦，我怎么切那么烂、啊？还是可以过。这边要洗技能，这边一定要把我们新珠完美的留下来。好，很好。要把龙科洗回来，只有五颗可能不太够，这边我们开个这个，哦，这个金珠不错，这边。两组新珠可以，龙科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哎，龙科，给个面子好吗？龙科不给面子，龙科不给面子的话，我们就自己存。哎，别打死啊！龙科还没跳啊！很怕补不回来。妈的，早知道带那个，因为我今天我选到一只那个没有龙科的妲己。龙科还没跳，最神的那种。我刚那个失误，还好又补回来，哇！不要那么刺激好不好？
可以了吗？龙科可以了，龙科可以了之后呢，那就开这个。哇，OK， 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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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，你该死了吧，该死了吧，你这样还不死，欸，干，会不会太多？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全体好了，全体好像比较好，一二三，还是单体啊？这边有剑吧？一二三四，四康博，四康博打死。派蒙的真伤，他只有第一回合啊，所以我要把派蒙留在第二回合。哎，才切三万四，有啊，有转到剑啊，握牌剑啊，哦，一张就打死了，欸，我主要是要派蒙的两倍增伤，所以我第一回合没开。好啦，貂蝉队就这样打啊。